我好行出去，我把拍屋买，我行在马路上，我买800万、1000万要甲我买，够交谈足多，够交谈，有交谈哦。上法院买法拍屋真的那么好赚吗？遇上黑心屋主拒不点交，出奇招，送你神明神主牌怎么办？只要他点交完之后有遗留下来的神明或神主牌，他就丢在他后车厢。我说你怎么不拿去丢掉？他说丢哪里他也不知道啊。这个周末跟着攻防大挑战到台中潭子买法拍屋。